兄弟们，一人施救两人起立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哪里？新模式龙系冰雪才上线几天，已经被修复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试着爆发、恢复耐久、五龙限制高度等一系列神技。不过最近有小伙伴私信说，除颤器有一个好玩的技巧，我猜肯定有人以为是反复自救。No No No， 那个刚上线就不能用了。新的这个神技是可以同时施救两个人。单说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不明白，大致意思就是，如果两个人都倒地了，其中一个人有除颤器的情况下，队友救他的同时，他可以点自救，再把旁边的队友一起救起来。没错，你们看，两个人都起来了。然后我给你们演示一遍，我把队友先救起来了，然后队友再把我救起来了。学会这个，在实战中如果倒地了两个队友，就能一次救起两个人，减少危险的时间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试试，应该很快就不能用了。拜拜。